Captain America。好，在我，这是我讲的。现在我们要开箱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。然后我们要放屁在我们的屁股。我们最近呢就很沉迷，不是沉迷，我们最近呢就很喜欢玩那个 Pokemon 的游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逛那个百货公司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宝可梦的手办，然后我们就忍不住了，就把它买下来。然后今天就要来开箱 ，OK？ 哦耶！我们准备要开箱喽。我们去试过哪三？我买了四样，有三样都是宝可梦的手办，有一个不是一样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开。然后上一次呢，我们在动漫展呢就买了一个 Mew 那个梦幻的这个手办，我拿给大家看。这样啊。它是一个长到这样子的，里面有一个 Mew， 看到没有？可以。它是可以打开来的，然后里面是一个立体的。下面是水呀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好水啊，就是这个。超美的，然后就可以。好水啊，就是这个。盖上去。可是现在我们开第一个的宝可梦。哪一个？草啊。这个是小火龙的封面，可是它里面呢，它会有抽到几样东西，就是这一个，三个有可能会有小火龙，有可能会有这个闪电鸟，还有这个是第二代精灵版的那个御三家。Okay. 哦，后面还有，所以它有六只，它有可能会抽到六只。这个是一个鬼的 Pokemon， 我们每次 Pokemon Go 都会有抓到。我不要抓这个。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叫 Muma。然后这个叫做水翼布，然后最后一个是 Celebi。Celebi。呀，就是这个啦。Celebi 很强的。是吗？一百百拿出来不？哒啦！哎，看得出是什么吗？是什么来着？闪电鸟。是吗？哇，那么， yeah. 它就是要的就是闪电鸟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就是要闪电鸟哎！真的闪电？真的 ，yellow color 的。这里面是这样。闪电鸟。我就知道就是闪电鸟。闪电鸟。我来找一下。闪电鸟。哇，它有闪电嘞！它丢起来的，哎，是闪电鸟。我就知道，我就像闪电鸟，我猜对了。然后你要怎样装？它有那个什么吗？他们说我要给我装。OK。2000 years later。OK， 装好了，闪电，然后就要把它放进去。OK， 对正了。OK。呜呼呜呼，做好了。OK， 我们再装多一个。好，这个呢是，因为睡觉的宝可梦啊，是吗？它你有可能会拿到什么？火焰鸟。OK， 我们来看啊。第一个有耿鬼，然后再来是这个 Crocodile。OK， 不对，有火焰鸟。这不是。然后后面呢，它又有鸭多，然后下面有皮卡丘，还有一个是夜衣布什么？这个不是夜衣布，这是不是鬼衣布。它叫 Black。没有三衣布。OK， 好来，装装。如果是火焰鸟，就太神奇了。OK， 来。哎呀。OK， 太好了。好，我拿出来。一二三。是什么？不是闪电。不是火焰鸟是谁？是那个皮卡丘。哎，是皮卡丘啊？是吗？皮卡丘。这样也是很好啊。这样。那我要别的嘞。不要急。错了。皮卡丘放在上面这样，放在上面睡觉。OK， 这样子就完成了，然后就把它盖起来。OK， 我给我。你看它可以这样，给我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。我们再看第三样。然后这是我的啦。好，最后一样，来介绍这一款呢，它是比较梦幻一点的。然后呢，它给的宝可梦呢，我也不太懂了，就是这些。还有一个 Aurora 的雷丘，我就看到。然后有皮卡丘。还有这个是猫头鹰吗？这个是一只猫头鹰。OK， 是猫头鹰。OK， 我拿出来。是什么？我拿个猫头鹰。是吗？是猫头鹰啊！哦呦，猫头鹰也是很美耶，它有一个窝，然后有那个小猫头鹰在这里，小猫头鹰。然后它的那个猫头鹰就这样放在上面，就这样完成了。哎，我把它盖上去，就完整了。
好啦，今天我们的开箱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我们除了开箱之外呢，还有 vlog， 觉得我们拍的还不错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。Goodbye, Mr. Boss. 拜拜。